大家好，我是桑姐，今天我们要来做法式料理圣经。晴天霹雳，真的是大晴天呢。那这个系列呢，我们会挑战把这本食谱给它做完。应该是也不想被你烦。哎，我对这本书很好哎，前阵子我们家妹妹把它抓破，我还是把它修复好好的喽。你干嘛修复它？坏了就让它坏。怎么有这种母亲啊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魔鬼烤鸡。我不想要跟你说话，快点啦，你都不在乎我的人生。那你赶快讲一讲，我一分钟给你，不要再抱怨了。好，那我们这次用的烤鸡呢，一样是我们最爱的小鸡。你干嘛啦？那个水都滴过来了，先放在砧板上。好，很乖。那这个烤鸡呢，总共分成两大步骤。第一大步骤呢，就是做这个烤鸡的抹酱。那第二个步骤就是把鸡送到地狱里面。好，首先我们就把这个小鸡给它拆开来。哎，我突然想到，应该同时做两只，你做那一只，我在旁边用另外一只，这样我们刚好四个一起吃。这是来吃饱的。我一定做的比你快，反正那个只是酱而已。不能比快，要比漂亮啊！不要漂亮啊，吃到肚子里面还是不一样。哎，对，我的还没洗，你要不能帮我洗一下？脏了，那只给你吃。你等一下啦，太快了啦！乖乖乖。你看我已经躺好了，那你也不快一点。你看你那只鸡真的是不像。你有擦干吗？我只是晚一点而已。根本就没擦干。但魔鬼烤鸡它跟一般烤鸡不一样，就是说它不是整只鸡这样子进去烤，它是要这样子进去烤，你要把它的这边打开。然后你看哦，它就变成这样子了。来试试。好，那下一步呢，我们就来帮我们的鸡抹上身体油，植物油跟奶油两个一起抹，这样才够滋润，烤出来鸡才会酥脆，是个黑辣鸡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抹上一点点植物油，抹在这个鸡的表面上面，鸽子窝也要稍微给它照顾到一下，该逼也要。好了，我可以开始用奶油了吗？等一下，你这样做事我真的很痛苦哎，我比较负责任，我要烤出来不是一样。那我们下一步呢，就是把这个鸡肉给它放到我们的气炸锅里面丢进去就好了。这个是什么肉？用手的。给它180度烤5分钟。哦，好辛苦啊！不想吃，我们两个自己吃，你来开。哎，这我很正常的起司哎。啊，我吃了再说。你们最爱吃起司，把它吃掉。嗯，它这个被你配好了。对啊，蛮好的。我们家就有放了几盒。不要，孩子要拿走。其实我觉得这盒不错，就是它有很多种口味，不会像你去 Costco 就很多啊。它里面有搭水果干跟坚果，还有4种不同口味的起司，让你去做搭配，就是我们家非常喜欢吃的零食。可以吃好几盒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就是等烤鸡出炉就可以再回去了。还有2声，还有1声，谢谢你提醒我。啊，你看我的半熟鸡是不是很漂亮？我的比较漂亮。你那个叫眉毛鸡。我的鸡好了，我们来见证看看谁有比妈妈的还漂亮呢？还不是长得一样。我的比较 BB 宝宝啊，你没有看到？但是刚拿出来才 BB 宝宝啊，我看看你放1分钟还 BB 宝宝，你不要吓死。好巧，把我们的发料小鸡给它放到砧板上，稍微给它休息。旁边休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做我们的抹酱。那首先第一步呢，先加入法式地龙王芥末酱。把它蘸就好了，全部放了，留下一点点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是茱莉亚做的，没有关系啦，它就不在。怎么可以这样讲人家？茱莉亚无所不在。我妈听茱莉亚的话，她在晚上来找我。你怎么不听我的话？你算什么东西呀？你妈。下
一步呢，我们沉住气，准备开始把这个磨浆磨到鸡的皮肤上。可以偷抹茶叶？不要偷抹茶叶，我好想试试看哦，真的太无聊了。好，现在呢，在抹之前，我们先把这个鸡肉的表皮撒上陈年吧。好像比我高了2公分。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，干嘛要？那你说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，我要用叶子，你都不让我用，那你就用吧。我真清爽。我等一下一定会想哭。不会，我想哭的时候我就吃你那只就好了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不要太夸张。这个鸡叫什么名字？魔鬼烤鸡。对啊，我就是魔鬼烤鸡。他晚上就上去找你，我跟你讲，谁准你现在要考了？我不管，还没有下一步哎。下一步是什么？要抹面包粉啊！我不要抹那个粉啊，我就已经抹这个茶叶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先不管那只鸡，我们先把我们的鸡肉把它放到面包粉里面裹匀。换我啦！你故意一直不让我用我的鸡哦，不想坏了，心眼那么多。要跟徒弟讲，你那个是原版的。你自己也觉得荒谬是不是？你觉得你是用这样子吗？好吵啊！好，现在我们准备要来烤鸡肉啦。首先把这个鸡肉给它放进去，放进去之余呢，我们就是要给它淋一点点的油，这样子它等下烤出来就会是漂亮的金黄色。快点啦！就在用了啦！烤得那么漂亮，大家都要管美一点嘛，不然靠你那一只，我们这整天完蛋了。然后那个火种就着火，这是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它就是一个火种，看不懂是什么东西。魔鬼天使要进锅喽，请敬请期待5分钟吧。再来翻面，那我翻面怎么办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有啊，万一翻面的时候我的叶子就掉了，谁在乎？好，现在就把我的烤鸡给它送进去。我才不期待你那只啊！你那只有个几辈子叫做不知死活鸡。有东西吃吗？好饿哦，我吃的，来。还有另外一盒口味。你们拿那么远，我都吃不到。我要吃这个。哎，为什么跟刚刚不太一样？不同口味啊，它就是会把每一个不同口味的起司切块，然后煮成拼盘。哎，不要吃太饱，等一下它是烤鸡。没有人要吃你的，他只会吃。没有人要吃你的，那什么烂烤鸡？烂烤鸡，人家不知死活鸡。快要成功了，不要再做一次。妈妈在干嘛？我用我的油。是不是跟你说是火种，等一下就会着火？不会。他刚刚还偷看你的烤鸡。我的一定比较漂亮。好，那我的烤鸡8分钟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是不是油不够？是不是油不够？你快，你快！啊，我的剩30秒，我要看我的啊。不在乎那个啦。好，有看到就好，走。哇，好香哦！茶叶的香味，快打开啊！人家着火，挡住我了啦！好怪鸡呀！我的比较香，真的，我不相信你过来，过来，为什么不能看啊？因为你会使眼色。为什么不能看？你比赛哟！把头压下去。怎么可能？那明明一个没味道，一个有味道。闻不出来。我应该出去，没那么的家伙事。等一下，你停。你走开。我想要让他来闻，你不要动。我要色色。犯规。那你用多久？1分钟。那我用30秒。有病哎！就爱计较，臭金牛座。你就念吧，反正你就是会输我。哇，那个叶子香味越来越浓，好像更久哎。我的烤鸡。我要盛盘，你走开，你去你的地方。为什么你要盛盘？我不用盛盘。这我拿盘子，这我擦的。
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魔鬼烤鸡。它是不知死活鸡，我叫魔鬼天使。请问两位男士觉得哪只鸡看起来比较可口呢？现在就来吃看看咯。哇，有熟吗？好像没有熟哎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好香哦！上菜喽！你看这个颜色好漂亮，这是真的有熟了啦。嗯，我觉得它很像在吃炸全鸡的感觉，因为它有加面包粉，所以拿去烤之后，它外面就会酥脆酥脆的感觉。然后配上，因为里面有加黄芥末酱，所以它里面有一种黄芥末被烤过的韵味在里面，可是也不会到辛辣，它就是一个很深厚的底蕴的感觉。然后你瞪他，你那个不敢说话，哪个比较好吃？有吗？这哪个比较好吃？哪有？不可能。它比较入味，我很喜欢它那个芥末的味道。想不想吃吃看我的呢？不要。而且它那个茶叶吃起来像海苔。那那获胜。我觉得零分。可以加起司吗？你有加这个？是吗？感觉蛮好吃的。啊，这像一朵花的是起司，它叫起司花。我要起司。起司花它有个味道，很深厚的一个韵味在里面。它拿来搭一些菜啊，或是搭一些酒，我觉得应该蛮适合的。蛮适合放在沙拉里。我是觉得就已经很好吃，但是我觉得可以再重口一点。但我觉得外面有那个壳，会让里面的鸡汁更锁在里面的感觉。哦，你刚才试的时候，那个水是狂喷的。不过我觉得加那个茶叶是蛮不错的哦，真的。下一集就换你，我不要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有吃到一些起司盒，是我最近发现一个很赞的一个品牌，叫三根小尾巴。在台湾，如果想要品尝这种起司的话，我觉得有个非常大的难处，你每次出去买那种起司，它在冰柜里都是一块一块一块的。如果你只想要品尝一点点的话，它每次的量都必须要到达一定的程度。像这种三根小尾巴，他们就是主打配好一个小。小小盒大概一到二人都可以吃到各种不同口味的起司。那我觉得如果你平常是喜欢吃起司的人，或是你想要尝试看看的话，我觉得三根小尾巴真的蛮适合你们的，非常好入手，心里也不会太有压力。那你在官网看到三根小尾巴它这样一盒的小盒子差不多是卖600多块，那我现在团购呢，一盒现在只要569块，这个已经算是想要进入起司的世界上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价钱。你是买一盒两盒就好了，因为大概一个起司就是一个礼拜的长坚持，加上现在中秋节也快要到了，大家真的可以买一盒，或是有个大拼盘，大家可以跟着亲朋好友一起分着吃，会让你们今年中秋节变得更加有质感。那团购时间就从现在开始到9月10号就会收单喽，大家如果想要下手的话，就把握机会。好，那这次的发料圣经应该是有史以来我们母女有竞赛的这个成分在，你输了。闭嘴！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把茶叶加进去，然后还给我。获得好评，我真的是非常的生气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魔鬼烤鸡还算是蛮酷的啦，因为在外面你是吃不到这道料理的，虽然说中间有稍微出点 trouble 这样子，但没有关系，我还是很棒的哦。好，那如果要再看我完成这本《发生了与圣经》的话，记得订阅我哦，开小铃铛，也可以把节目帮我按个赞哦，我也非常感谢你。你想要知道更多我们家各种冗员的个人生活的话，记得要追踪我的 IG 哦。好啦，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Bye.